我好贱。好欠哦。谢谢大龙龙仔，谢谢团哥胆大。他们已经为啥？为什么他们两级了？滴滴，哎，二十块，嘿嘿，嘿嘿，哎。哈哈，我下来了，哎，我上去了，哈哈。谢谢突然之间的想念，谢谢突然之间的想念，谢谢。这边熊仔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们为什么升级升得这么快？谢谢乐子弟弟，月子弟弟。哎，不是不是，猫咪不怎么缺蓝吗？为什么我这么缺蓝？我咋一下子就没蓝了？他前期没必要给我来血，药没喝。你要死了，我还不给你来。谢谢突然之间的想念，谢谢。要不要我下去帮你 A 两下哟？我感觉你一个人好像应付不来。我受不了了，这小黄猫，我打死他。我刚刚不见了。我是不是挂你身上是吃不到经验的呀？谢谢大家的办卡，他们不让我 A 他，我好绝望。来 ，Come on， 让我 A 一下，宝贝。宝贝儿啊，宝贝儿，你不让我 A 吗？让我 A 一下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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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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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看到没？他的技能都放歪了，这逼吓死了。小纳闷，我们来个白头一下。呜呼，加血！哎，别别克！再见，你回家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啊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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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露不见了。跟他走了，开玩笑的。我是一只独立的猫。这个猫咪是主 Q 还是主 E 啊？啊？喵咪是主 Q 还是主 E 啊？喵喵喵喵喵。主 E 副 W。OK。
我吃技能，他们在打我，他们打我打得好凶凶，哎，骗！不是，中路不见了。耶、B 来的好巧，我这个 B。呀耶！没事。我是出什么呀？出月食还是月食吧？月食，对月食。OK。差不多了吧？哎呦，还有点差，有点呢。谢谢清风的小飞碟，谢谢晴天的135个星球，谢谢陈臭臭猪猪的摩天轮。谢谢啊，不是摩天轮，是冰雪魔杖。谢谢你的冰雪魔杖啊，谢谢你。屁东，你要是再中一个 Q， 我就骂你一句屁东。我已经看你中了三个泡泡了，你长得很像一个泡泡，我觉得。好的。翻了呀！不过现在有点伤了。嗯，不怕被三杀，就怕大剑，你这波大剑直接炸裂。中路不见了，应该往上路靠的。我这波再往下路打。下路到时候可以打，直接扑上去卖就行，挂个阴气直接压上去卖。哎，猫咪可以挂我。传送了。哎，这边有个，那个，还有个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哎呦，他好痛哦，他，我蓝好缺蓝啊！是的，完了，哎，好像能，好像吧。OK， 谢谢月亮也晚安。帮他打吧，我走。谢谢月亮也晚安，谢谢胖头鱼宝贝儿的飞机，谢谢。谢谢胖头鱼妹妹，谢谢。谢谢胖头鱼妹妹的飞机，谢谢胖头鱼宝贝。被动好了，下来会回蓝哦。下来 A 一下，你前期可以下来，到后面就不用下来了，因为下来就死。不至于吧？对，下来猫咪下来有，它现在上去改了，就飞得很慢，飞行很慢，就中间定到了，你就死了。而且你被对面控制技能打断之后，你进入五秒钟的冷却 CD， 对，你就上不去了。那我也不怕，我是一个无敌喵喵。完了，能打我就是。
公里低了。你可别叭叭了啊！让我开大上去卖自己来收割，然后说你谁啦？这话不好意思讲。哎呀，为啥你没伤害呀、啊？我感觉不是因为卡莎前期是还是有点吃装备的，对面下路这个二人组拿他没办法。这边蓝，我的蓝要被打掉，不过可以把他们都杀了。没技能，辅助没啊 ，AD 没啊。谢谢陈臭臭猪猪的三级头盔，谢谢，谢陈臭臭猪猪。我们这一把好像小鱼人发育的还可以，你们多来下抓抓吧，我感觉对面好像就一追发育的好。螳螂发育也还可以的，我们中野优势，上路小绿。今天我们就是毁灭者。走起。我在赶，他拼命的赶。哎呦，他必死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猫咪平 AD 一点伤害都没有。他死了吗？他吸血了，我的天，好极致！谢谢我胖头鱼宝贝儿的20张办卡，谢谢谢谢胖头鱼宝贝儿，谢谢。我感觉我的猫咪好废哦。你现在就不用跟着 ADC 了，跟着我或者跟着螳螂，就去吃了。那 ADC 死的更惨。那没事没事没事，对对没事，他是个挂件。好吧，那我跟着两个牛逼的人走。嘿 ，Oh no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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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你没蓝啦，不跟你啦。不是，他名字就叫宝贝，这跟叫宝贝没什么关系呢。他的名字就叫宝贝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跳下来是 A 谁都可以吗？对对 ，A 个英雄有个护盾，然后有点难。武器也取下了。上路赶紧拆，拆完我们来打。我可以挂在你身上出个杀人术吗？可以。嘿嘿嘿，嘿嘿嘿。我可以站在你身上帮你打 buff 吗？嘿嘿嘿。这样我可以打吗？我有技能。过来，武器。没事没事。嘿嘿嘿。弄一下就好了。来，猫咪上。嘿嘿嘿。你上你也不给自己用啊！上他上他啊！上！哦！快走，你的嘴！我不要啊啊啊！不要啊！我走了，再见。不打。Oh no！黑皮你踢下来呀、啊，这不踢下来可以打。谢谢我们家，我就没踢了。谢谢我们家宝贝苹果味的66张办卡，救命！谢谢宝贝苹果味，救命！刚那个飞机是谁送的？没看到怎么办？谢谢卑微老公粉的飞机，救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出个装。我是不是不用出血？我第二件装备出什么？快告诉我。不用出血，不用出血，流水法杖。流水法杖。OK， 走起，我们两个去飞。
谢谢粗鲁粗鲁柔情的飞机，谢谢粗鲁柔情，谢谢。为什么骂我狗女人？我看到了，妈个街！你为什么要骂我是个狗女人？人家明明就是猫女人，人家是个猫女人。谢谢粗鲁柔情，谢谢星星宝贝。Oh yeah， 让我们把它征服了。好笑。阿夏，我可以帮你 A 一下。啊，我要走。打个蓝。好家伙，空到脸上。好家伙，空到了。啊，快拿了。武器踢了。到到到到，能走掉吗？完了完了。Nice， 跟着他推走天下我都有，哈哈哈哈。不好打了，不好打。我得等他一枚。哎呦！呜呼呼，耶！起飞！下路 ADC 危险！死完了。菊花去了，菊花去了。谢谢小雪雪的飞机，谢谢小雪雪。救过你呀、啊！天哪，我刚刚已经很极限了，说实话。哎，我们有那个耶，我们可以推下塔哎。对。是我身上吗？你在这，对你按四，你不用下来都可以按的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啊，你不早说。变态。我的问题。谢谢卑微老公粉的飞机，谢谢草莓味的小雪雪。我还有十五秒就大，啊啊啊！哎、啊，天秀啊，兄弟们，最后三秒钟，看到没有？我的猫咪可不是买一送一哦。谢谢卑微老公粉的飞机，谢谢雪雪，谢谢雪雪。我就是抱可靠的大腿，抱可爱的大腿，一下子换一个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，啊哈哈哈哈，跟着推一下，干啥？没事，我有 E 的，我可以跑的，我有 E 和闪现。你要是死了的话，我就骂你，我跟你说。好的。我刚刚已经用掉我的闪现。我这峡谷先锋是不是白给了呀？他们就是因为我放了峡谷先锋才过来抓你的，估计。他那边有眼的。快放我回去！我要跟我的打野大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走了，我自己去。大川这条腿不够粗，我讲道理，还不太稳定。大川这个腿有点没有那种虐杀能力，这个的话虐杀能力比较强，并且还有隐身功能 ，I like。赵信在这儿，赵信。主要他活命能力强。是的。保命能力强，我一套交上去可能就没了，但我一套爆发比他高。你说的很对，但是我不跟你。我也回趟家吧，我正好可以出个流水法杖了。哎耶，他打你。走起，好吧。哎、没带。Let's go。呜呼。不要浪啊，不要浪啊，兄弟们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上去呢，不要浪，不要浪，你们不要浪。这个辅助不杀吗？这个眼他不排吗？阿蛋还可以拍哦，菊花，这不是左死吗？这不是左死吗？这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这是找死，这是找死，这是找死，完了，我上不去，为什么？完了，没上来，啊，被打了吧？没有啊，应该没被控吧？我的天，完了，这武器感觉要无敌，三杀呢？
Oh shit! Oh, oh no! 哎呀，这武器有点变态呀、啊！这武器。是的，这武器无敌了。我要出鞋子吗？我是不是不用出鞋？不用出，不用出，不用出鞋子。那我下一件再出啥？香炉。香炉不用，香炉不用，出帽子吧。直接帽子，那我还不如出三叔呢，先。对，也可以直接出三叔。谢谢 Star Kick Time， 谢 Star Kick Time。我觉得螳螂，我们两个不能够太浪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把武器搞死，抓个机会搞武器，我留个大招搞武器，好吧？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主 Q 副 Q 还是副 W 啊？副 W 主一副 W，Q 的话没、okay. 没什么用。OK， 不说了好吗？这个武器给我针对一下，兄弟们。这个猫，这个蓝给你吧。可以给我吗？我猫咪配拿男吗？可以，你猫咪拿男无敌，就无限的来。OK， 无敌。那我希望螳螂，请你不要忘记你身上还有一个挂件好吗？不要一个人去打五个兄弟们唱、哎、完了、哎、我去你先去卖一波，我去卖，一定要让我控住他。哎，完了，我要完了，来接我，完了，我不应该下来的，是我的问题。谢谢苹果味，谢谢苹果味，我不应该下来救你的，我好像傻逼了。他先往草丛这边走，然后回头了一下。嗯，感觉顺风变逆风了，兄弟们。大龙没了呀？哑的哑巴哑巴。哎呀，想出个杀人术好像又不是很配了我。直接出帽子吗？他没大招的。你直接开大弄台。哦，他在。能死了。走吧，可能有人去。我感觉挂了一个人身上就不能掉下来了，掉下来没有机会再上升了。武器不能下的。这波要不再试一下？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你出个干锅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武器它那个晕技能太那个了，我给你出个干锅。中单的大，他比较怕中单的大。嗯，我给你出个干锅，我不出武技了啊，不，我不出那个了，我要回归于平淡了。谢谢我苹果味的30张饭卡，谢谢我苹果味，救命！螳螂不能打先手，我们两个要收割，让鳄鱼去卖。这鳄鱼看起来难道不肉吧？卖不了吗？让他去卖。我这补会儿兵。对，我们不要乱跑。你这样搞得我很紧张。哦，他们在这里插了个眼。然后有一个。你是想要我拿这个蓝 buff 吗？你拿吧。下路没了，这不合。下路要死了怎么办？他单带了，我们得回家。中路快走，中路别被留下。他套了，走啊。为什么我直接？哎呦，我天，救了我的老命了！你别被他晕到。为啥我又下来？自动下来，我真的是一锅了 ，giao giao。Oh no！ 要输了呀 ！Oh no！ 应该阵容太好了，个个都是，除了辅助，个个都是输出点。Oh no！ 谢谢星星宝贝啾咪的30张星空卡，谢谢。谢谢星星宝贝救命，谢谢星星宝贝救命，好拉垮呀，好拉垮。等
最后一把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好像不太适合上分，兄弟们好像都不是很好的状态，要娘了，再打下去要娘了。这一把我去打 ADC， 他卡 bug 了。OK， 上路打不过他们。你上路打的还行吧，没炸。我只能稳住在塔底下补兵，好委屈。上路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上路不就是要稳住吗？谢谢星星宝贝啾咪的30个星空卡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打一把中吧，我打个什么中呢？我不知道玩啥中啊，我之前都玩啥中来着？莫甘娜呀。哦，莫甘娜，我感觉我打两把莫甘娜好像都是输哎。没事，这把。莫甘娜好像不咋行啊，感觉现在莫甘娜，主要是莫甘娜感觉要有，我的天啊，我们这个战绩能看吗？我们这我的战绩，我感觉莫甘娜没伤害，得配一个 AP 打野才行，不然的话总感觉差丢伤害。嗯，没事，不缺伤害的。要不整个猫凯组合，我去打上单吧。谢谢喜喜的小飞碟，谢谢大家的小飞碟哦。现在小飞碟也可以长这个任务吗？哦，一鱼翅的任务，小飞碟可以长这个任务。那小飞碟，哦，难怪。谢谢炭烤孜然的小星星。脖子我打一把我就下了，最后一把了，我们已经连跪了一晚上了，感觉好像没那么那个，没有那么牛批啦。要不我打冰女吧，你帮我拿个冰女吧。也行，帮你拿冰女。嗯，中单第四个。我打啥呢？去辅助。心里没点数吧？你还问？对呀、啊。我上把就应该打上单的，让你去打 AD 的，我 AD 本来打的就菜，还非要我打 AD。要是有你在的话，输得更快。不是。我说我打上单。笑死了。我说我打上单，你不给，然后我就只能去打 AD， 我不选了个 AD 吗？谢谢星星，星星宝贝，谢谢星星宝贝。就知道帮我拿个，狼人吧。狼人是吧？对。打野里面嘛。最后一个。OK。打野最后一个，准备换天赋了。嗯。余震。哎呦，我有点找不到我的攻略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在这呢。余震，生命源泉，骸骨，再加个复苏。没有啊，我不管，我姓老王的。老王，我姓老王。下路没得打呀，下路怎么打？莫甘娜辅助。也不是没得打吧，他毕竟只有一个一，你可以骗他的盾嘛，你可以一了不 Q 嘛，你留着一 Q， 一了之后离到他身上或者 Q 别人嘛，咋没得打？听到没有？知道。优弟，一会儿换治疗啊，你带了个治疗。换个帅气一点的皮肤啊。嘎，我们这一把是不是有厉害的？我们这一把有个新英雄。
对面两个虚弱，不，两个进化。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没玩过游戏吧？有没有发现后面打到后面了之后，他们的阵容用的都很就是那种很专业，都是阵容搭配的那种。像我们玩游戏从来没有阵容搭配，就是大家会啥就玩啥，大家想玩啥就玩啥，他们就很专业。谢谢大蓉蓉仔的飞机，谢谢大蓉蓉仔，谢谢，谢谢大蓉蓉仔，谢谢大蓉蓉仔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谢谢大家的小飞碟。呀，我一个皮肤都没有，没用上，我也没用上，那不是很尴尬？我这把战斗力直接削弱了80%，80%直接被砍一刀。我感觉得需要90%，那确实这一把都不想玩了，直接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都最后一把，要不我退了，咱们重开一把吧。我感觉这一把应该不至于吧？对面这个人，我反正争取不把他送起来就完事了。你们好生加油哈！大川，你上路好打吗？我们好打，我好打，我好打。我中路应该还可以，但是。我肯定也杀不了他，我只能抗压了。我永不停息。顶级拉扯，顶级拉扯，打急了，对刀对刀，哎，这个兵是干嘛？顶级拉扯，干 A 的。飞机，进化虚弱没了，下一波还能打。OK。飞手，你在这里等他，这里等他，这里等他，等他回就行。嘿嘿嘿。谢谢瓜子花生，有人要吗的办卡，谢谢。他没啥，上路能帮我弄一下吗？啊，这不推了吧，要不这太亏了，说实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能吃 Q， 吃 Q 就没了。我有治疗，我有治疗。Okay。 辅助没虚弱 ，AD DF 二连。可以打呀，我觉得。没闪。打不住。对。你们两个都是那些，就是收割完一个就巨猛的那个。还能打什么打？一个有被动，一个有那个啥。这。没一刀就算了。他那个正好贴着脑壳子过去了，都没一刀。他头有点小呗。还有盾，完了，哎呦，打不过。没事，你要回去了，别 A 了，别 A 了，你要回去了，快回去吧。再见啦！送了一个闪现给他，好像刚还是刚不过他哟。硬刚还是有点难刚的，咱们不能膨胀。谢谢大蓉蓉仔的晚会，谢谢大蓉蓉仔的晚会，
谢谢炭烤紫然，谢谢小春酱。我本来想跟他拼一下的，我感觉他没闪，万一我一套把他打下来了。看来还是我太膨胀啦。嘎，但这个人他没赢过呀，他带那个，他带进化，太离谱了，他带进化，他好离谱一个人。下路也带的是进化，他们是有多怕我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中单英雄他厉害在哪里。谢谢萌萌萌萌哒曼夫，谢谢萌萌哒曼宝的飞机。不，这个英雄就是顺风无敌，逆风很垃圾，没用。不打龙？能打不？现在？我们现在推进去可以打呀。我得去扫地，得去中路支援一下。他黏着我，我都不想给他大，我杀不掉他，我还是留着这个大吧。谢谢木头，谢谢木头小老弟的十张星空卡，谢谢木头小老弟。大不死他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中路不见了耶，兄弟们。中路在下路，上路也不见了。嗯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我刚被他打残。他这一波塔有点吃亏，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谢谢。这波辅助没去弱，还能打。我会不会等一下后期我这大招都没用了？不会，没事，你这个大招始终就有用的。你这个利桑多的英雄就是不管多炸它都有用，跟石头人是一个道理。退了还是退了？螳螂在这个位置。谢谢木头小老弟的飞机，谢谢萌萌哒曼宝的四张办卡，谢谢。感觉他攻速变快了。对，他回家直接回家攻速去。没血瓶吗？没有，没事，我打算回家。回家我不扎。不会。嗯，有意吗？有意吗？来，直接搞他。有，好爽！他这你这个不是指向性的技能啊？对啊，不是。哦，我没改版，很容易空大的。没事，他没闪，可以叫打野去刷的。但他还有一个那个。他那个 E。完了！炸自己嘛，炸自己。没大。哎，我怎么死的呢？他也没叫引燃。他的 E 技能，他的 E 技能就是打完伤害之后，后续他回去的时候会造成一段伤害。对，就跟杰的大招是一个道理。对，是爆炸的一个效果一样。哦，感觉还是不好打他，我一套秒不了他。没大招的时候就会被他拿着打。下路两个不见了。好像出错装了呀我。哎，我应该我出错装了，我应该先出这个的。喊了，小赵拉吧，这不。你扫一下眼。谢谢尘埃的晚会，谢谢尘埃的晚会。这样你敢走过来？哎，把他线推了。我
见了，不见了，中单又不见了。我知道。咱们现在去游，你现在待着线上没意义啊，走吧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我毙了，我毙了，回出出装。我直接打。恐惧在这里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他有大招的，把那个辅助进去，拖时间里面。没事没事，杀不掉我，杀不掉我，杀不掉我。招闪了，招。先走了，没事没事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我回上路吃线了。一波直接打了一波团，谢尘埃的晚会，谢谢。对面分段也不低的，这打野是钻四的。我又没大了，我感觉我这一波又得苟一下。他这英雄就是阿团，他有双峰的时候你要往后走，他用 E 技能就是。一个那个位移嘛，然后他 Q 到你脸上就打你一套，然后他再去这边了，要去这边了，我再赶，我再赶，能打掉吗？打掉了，他不见了，中单又不见了，这边没眼，过来过来。谢谢月亮不会发光，但是团会，谢谢。不着急出。会来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越打越打，这波越打，这波辅助没来。哎，后边，哎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都去下路了。算了，我退中了。差一个，我把他秒了。不行，你走你走你走。差一个走。我可以。吃他塔皮儿，吃他塔皮儿。得一地怎么？三杠一嘞。三杠一他贼怂啊。杀了他一次之后，他狗在后面，人头都不是线上打出来的。可以，我知道塔皮拿个一塔应该不亏。这边也来了，这边也来了，好多人。去了。灰甲加，我要灰甲加，1600。哎，这个上单太怂，就不跟我打。下路也是，下路都不冒头，你知道，就怂在后面。对啊，我他等我先推过去，他再露头，不然他不露头的，可以按一下他，就他嚣张。我没那个，我没那个，我没在，中路有线，你们带线吧。哎，我在，我在。哎哎，你反手打他了，小龙要好了，打一波小龙团哦。那我上路再等了，上路线有点难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边把眼做了先，核心先倒了。谢谢萌团的大眼睛，谢谢萌团大眼睛。拉出来吧，这有个眼，抬一下吧。他们少一个人的，误打是不是能带出？去中路搞这个中路一波去。嚣张！他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跑得好快呀！回来回来，旭东，来了。旭东不管你了。嗯，那没办法，又丢了。下路他下路不打、啊，你知道？哎，辅助阿短可以杀吗？可以。找机会啊！哎呦，好烦呀！算了交闪了，算了，我感觉我没伤害了，交闪不杀吧。下来了，江湖规矩可以。交闪不杀，呜呼！先排一波眼，等你排一波。Nice， 他们人呢？哎，来了来了，慢一波。打石头人呢？他们过来，让他们过来，他们等一下肯定。人家中野全不在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全部在呀、啊。上路也回了，中单刚才在上，
现在 TP 应该出来了。他没有插眼，我可以拦下路，来来，我这来我这。我上去卖，我上去卖。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他们下路应该都在。走掉了。走走走走，卖驱动，卖驱动。为什么要走啊？不用卖，继续打，继续打。不是，漂亮。哎，帮下黑皮，帮下黑皮。这。不见了，上单不见了，上单只能吸了。Nice。你在里面经历了什么？不行啊，他里边打不过我。你在巴黎铁塔，怎么玩玩不懂？开房，哎，送你三个币。腿毛打得过吗？腿毛，谢谢我30独宠团团的两个晚会，谢谢。哦吼，好多人哦 ，nice。啊，筷子啊！哇 ，nice！ 可以，赚了，我感觉这一波很赚。这能不能杀？控制他，搞他杀。完了，蜘蛛没了。我追不上，你有没有大招？两秒。死吧你！下路现吃了。OK。好了。一个引燃留到30分钟不用的话，可以长变成两个引燃吗？它这里会多加一个 S 键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我惊了。闪现也是，如果你20分钟内闪现一次不用，它就可以一局可以给你两个闪现。我屌，你们这都不知道吗？对呀，这彩蛋，就是给那种走位王者使用的彩蛋，就给你一个新增的 buff。哎，这都不知道，砍他呀！别开他，算了，我去把上路兵线处理一下，你们别打。啊，我好怕怕！啊，我不行了！就等一下！我打自己，不要卖我！哎呀！没有卖 ！Nice， 你们真好，我 double Q 了。错是的吧？哎呀，还想死他妈的呀！这还敢包围？就这，就这！我先扛。小龙，把这小龙给他拿了。谢谢15群的小如意的飞机，谢谢15群的小如意。谢呀。没伤害了。谢谢15群的小如意的一个飞机。这一波我又大肥，我现在又有那个了。无敌。我第二件出啥呀？不知道啊，那啥呀，海妖啊，海妖的吗？啊，好嘞。哇，可以，终于可以看到就是那种视频里的操作了。哎，要不20分钟打大龙吧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直接给他们
给大龙秒了。那确实，等我扫一下这里啊。他们打五 v 五不可能打得过我们。那确实，他们都没眼，直接秒。那我们直接打的。哇，我们伤害好高啊！让他们去卖吧。实际上我们血赚。大家在下班是？血赚。血赚啦！我不出泳装，我喜欢出这个面具，不太喜欢出那种，我不太喜欢那种要摁的技能，你懂吧？对。我帮你打个蓝吧。嗯。哎呦，蓝都没了，是哪个？他偷我的蓝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来来来，可以杀。偷蓝是吧？这。你这个是大招吗？你这个技能？对。那你好亏哦。没事。如果他们开我，你们就不要卖我，我有金身还有大胶。好的 ，OK， 不会卖你的。好的。开黑皮的话就可以卖。嗯，开我不可能，我头给他们砍完。笑死我。开血多也可以卖。哎，这有个人。闪现了。这他们，我死。他们咋了？就感觉要死了一样。疯了，他们已经。他们发生了什么？一下子就要死了，我们伤害好高啊！就那个五 v 五那一波给他们团灭了，他们就炸了，没得打的。除非我们就很烂很烂。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一波下路。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打一波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阴一波。那他已经冲上去一个。他都已经直接秒人了。直接来吧，直接来吧。哇！还好我直接咬了一口。就这，打死他。这不是要虐拳的节奏了？在门口杀了，这也就是。哎呀，顶不住了，这防御塔。投啦！哎呀，这把游戏体验极差呀。对呀、啊。都没怎么那个啊，没怎么玩啊。是吧？嗯、没打团都没了。嗯。对，我这能。我们这场还能再整一把。我觉得是还能搞一把。快三点钟啦！最后一把，对，最后一把，谁在玩谁是狗。对，要不无限火力。无限火力不知道玩什么，算了哟，下播了哟，我下播了哟，我到死点燃都没用过。伤害不允许用点燃。对呀、啊，这伤害都是一套秒的，你要这点燃，要这点点燃有什么用啊？嗯。对吧？拿那一点伤害根本……那确实不缺那一点伤害，要我打就一套打。要不再搞一把无限火力？你们告诉我无限火力什么厉害？我搞一把。随机的，到时候看有什么好英雄可以。哦，这个版本是随机的啦。对，叫无限乱斗，哦，真不叫无限火力。谭总，十多人玩吧，谭总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对 ，AP 石头人，咚咚咚，直接咚咚咚。无敌了，我觉得你不用带点火，可以带个虚弱。OK， 然后这出什么天赋呢？出 AP 吧。黑暗收割。对 AP。黑暗收割吗？对，无限火力就出黑暗收割。OK， 可以。你们有骰子吗？都骰掉吧。你们有骰子？那我骰一下。没了，用完了。凯南。那么多骰子、啊。骰了个脖子。骰了个脖子。电型好一点，他说电型好一点。黑暗收割确实被砍的太多了。那电型吧。谢谢Fanny的100个新鱼丸，谢谢。皎月无敌吗？不知道啊，皎月。
我感觉无限火力如果玩上头了是很恐怖的。我记得之前通宵无限火力过，通宵通宵玩，对对对，太顶了。对吧，我们尽量不上头。既定神弦是不是出的有点傻逼了？我这个既定神弦，对的。怎么没人跟我讲一下？对面有蜥蜴狗，蜥蜴狗我反正也不扑我，算了，我是金克斯，我死了，兄弟们，我废了，反正也不扑。对面有蜥蜴狗，好家伙，给我拿蜥蜴狗，我也无敌。六，这把要是劣势的话可以出全肉，就狮子哥对面谁都打不动。我知道无限回血，对，对面五排。他们怎么分线？什么怎么分线？中路一起团，分什么线？对呀，这不是，我是后边呀。那我是不是直接就是小那个出起啊？对，小黄猪，小黄猪。爱读书的人，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哎，等我一下呀！来来来，这边。嚯嚯！来，这边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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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先抱一波大腿先快乐。金克斯走中金克斯走中比较好。你怎么，对啊，你走中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有配合的技能，就 W 抬起来之后，因为跟你配合不了。回家吧，你走吧。走二级了，吃的够多了，吃个二级走吧。怎么二级了呢？他怎么这么快的速度？哇，这人带的级幽灵级不好的，你看我后期打死了。我该出什么装呢？我出那个炉灯。给他磕个头先。我是不是出炉灯啊？我觉得出那个好一点，那个暗夜收割者，因为 OK。来来，一直怼他。撞了。来了，你别怂啊，大锤！我没怂，你怂吗？你没怂，我。感觉你好脆哦！这蜥蜴狗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的，真烦人。揍他！等一下，别急，哎，nice。有闪吗？没有，撞这个。耶、yeah ！哎，你走着扛打啊！我先走了。谢谢潜水的飞鼠的小飞碟，谢谢。来，拆塔机。谢谢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拍掉吧。啦啦啦啦！走吧。免费回家，我跑的是真的快。来了，到这儿炸，疯了。你等我六级，你看我不弄死你个小寒冰儿。
哇！嘿！啊！快乐。啊！没事，还可以。哎，为什么？哎呀！等我，大帅，等我。乱送在这里。这我们上乱搞在这边。乱上，真的。我已经有点小紧张。一直冲。你们下路怎么样？你们下面怎么样？下路还好。可以，我们俩也是冲，直接。哎呀妈呀，好吓人！啊，那个小狮子狗。公路挂机都行。你就是守下塔而已，徐东。对。等我六级，我也可以乱冲啊！我六级多少个大？有点尴尬。哎，能带着？能带走吗？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OK。对，完了。这技能很多是可以叠加的。没事没事。为什么刚刚没闪现啊？我没闪，我可以闪现拉扯的。剑因为有点抠不过来了，我的剑太多了，我手忙不过来了。七杠三，我人傻了。这寒冰哪里拿的七个人头啊？我也很好奇啊。我们也没死几次啊。揍了揍了揍了！我知道。完了，先别你知道啥？走吧。可以走。走完了。怎么直接就死了呀？一过来就给我撞死了。哎呀！等一下，我还在那边蹲。来了来了！我蹲不到，不要秒他！我要蹲不到这边，别放这个海兵给我杀！别哈！哎，他为什么？哎，他为什么一个 QQ 不死他？我的天，好离谱！我等一下就打这个寒冰，妈个街！我下一件出啥呀？我下一件出啥呀？巫妖？巫妖？出巫妖吗？我是不推荐出巫妖的。那出啥？那要不？哎，后面有条狗。星界可以吗？无所谓。星界？星界没用。啊？可以吧？就出星界吧。手一点按不过来了。直接做帽子吧，要不？我也想做，直接做帽子。苗皮一套直接带走。可以。大嘴巴子。直接是过来一个大嘴巴子。哎呀，那就不做 PP， 就追求最高伤害，就是帽子。直接帽子算了。你还不走吗？这小伙子。他想杀我了呗。他怎么这么肉啊？嗯，他出的肉装这个人。嗯。哎，下边有小寒冰。下面是吧？这小寒冰还不给我走。还有冲塔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多逊！哎死他！给他对面都打厉害的。多逊呐、啊！多逊呐、啊！对吧，就撞这寒冰啊。多逊啊多逊啊。叫他他妈前期不当人推线玩恶心的。哎，飞下来了。我的飞亚了杀，哎算了算了哥。哇闪现磕了一头。哎直接帽子吧，直接帽子吧。对。帽子法穿棒伤害最高，那我这个卖掉行不行、啊、不卖吧，先不卖，不卖下回用闪现做大招，好家伙好家伙，可以兄弟够猛。直接像一尊佛一样咚的就下去了，咚的一下你
先一个大嘴巴子呼上，然后我再直接给他顶起来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边我不怕死，哎呦呀，磕了一头。呀，这寒冰是不是不怕死啊？没死过。哎，你这回还有大招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你怎么回事，大川？你怎么又救了他一命啊？没事，是这个不敢跳我。OK OK， 是这个碰到我很，我给他，我想给他克，最大嘛。太有意见了，啊！马克杰，这波大招很关键，上去接了一波吸。洗脸，我的。我觉得我应该出一个推推棒吓他们，吓他们大招。为什么砍不死啊？这个龙。哎，算了，我没有推推棒可出了，算了吧，下次再出吧。应该没了，有闪吗？有闪就能跑。哎，可以。这是300块。哎，可以。打个小龙啊。这个。这寒冰是不是有闪吗？他闪了吗？没交闪呀，应该有吧。我这哪都爆车了。还你要不先刷回野发育会儿，等一下直接到他们泉水里面去撞这个寒冰，等他附魔压起身撞了。神经病吧。压起身就是太有点不当，吃在那儿吃的。哎，下边是条狗。来没事，杀狗吃个肉，来。这狮子狗好菜呀、啊！大招开图。走路寒冰。寒冰，哦，出那个了。出出腰了。没了，他没了。对，等一下交给他，交给团，交给团。他肯定气死了。这寒冰晚上睡不着觉了，被窝里一打开，哦，怎么有个石头人？他今天晚上一晚上，我觉得都要满脑子都是石头人在撞他。人傻了。哎，这边有个憨。哎，回去，在天上。还没在这儿。不在。哎呦，还没动了。哎，我出没出去？哎，他突然没大。我没大。对，先走。他膨胀了，他跟你反抗了。他以为我没大。我大刚好，他睡不好觉了也。谢十五群的小如意的飞机，谢十五群的小如意。出意外，他这是要做中亚了呀，这一会儿。谢谢小如意。好家伙，他不出中亚，他们谁呢？把这轮打死！哎，又出来！我下一件就是虚空之杖，对吧？我觉得应该他们都接不住了。不是你打狮子狗不能进草啊，进草就炸了。什么？我下一件出啥呀？出那个叫啥？出那个法传棒。界区是破破破阿团。虚空之杖。对对，就这个。出完之后，这个也加冷缩的，你自己看。OK。他是送你300冷缩，然后300的那个极速，然后你自己出。出的装备，然后会有额外加，先373。什么东西？哎呦！哎呦！碰到哪去了？这个人好猛！没放出来 Q。来包围他，包围他。这不能让他走啊！烧的。
让他死。他应该被他打死了，应该被他打死了。那也是我的人头。那还是你的，还是你的，对，是你的，还是你的。我这剑圣疯了。这我们这他们其实第一集团的时候就有点炸裂了。对，一个剑圣收这么多头，他们玩不玩了？都是 ADC。对他们又都是 ADC。这塞纳挺聪明的，除了出肉，不然他死得更快。我要在这里等一个有缘人。哎，可以买个灯眼啊！哎，我有很多肉。又来一个，来有缘人 来送一个。别急，我们在后面，我们在后面。弄他，必须死。他这有塔啊，没了，对面快了，这么快吗？谢谢梵天的飞机，谢梵天，谢谢。这把就跟没打一样。你又来了。这个打这个是真的快，而且还快乐啊，腿是吧？对，要不再搞一把吧？不是，这个可以，不是留一个好好的心情下播不好吗？等下万一输了呢？被别人虐了呢？不存在的，咱们不存在的，不存在的。这放屁呢？怎么不存在？那你那再来一把。不存在，无限火力还能输吗？那再来一把，那再来一把，不输一把睡得着？这不输一把睡得着？根本睡不着。我看我这把随什么英雄？如果随了不好玩的英雄，我们就不玩了，好吧？没问题，好的呀。好的。哼。那聚集好玩也说不好玩怎么办？嗯，那不可能呀，那不可能啊，那我没必要这样子逗你们啊，对不对？给你们失望，给你们希望，又让你们失望。哇，这个是真的不好玩，兄弟们。这个、妖姬怎么样？还是还是啊，这啥英雄啊？那我玩一把妖姬，好吧？妖姬好玩，妖姬好玩。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，那个机关枪可以。我看到别人玩那个，这个吗？服了，就是那个，不是这个漫天飞雨。对，漫天飞雨猛。别给我这个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会玩这个。其实我觉得安妮应该也挺猛的。安妮不猛吧？安妮不猛吗？出大乱斗就是出那个电刑，对不对？出电刑，然后不用带回蓝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不用带回蓝 ，OK， 感觉吸血也不是很需要哎。搞个移速吧，跑得快。嗯，妖姬好玩，但是我感觉妖姬伤害好低哦。哎，我们这一把一个肉都没有，我感觉我们这把要炸。我们全输出啊！直接给他们，直接给他们冲了，就要什么肉啊？对面的，等一下，一个人砍我们五个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四个虚弱呢。他没带疾跑。对，他废了，他四个虚弱，他们起不来。真的假的？他的名字取得有点违规啊。啥？和？露手的，是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了。和平万豪。对面萨米拉就是个妹妹，这不这把不杀了个十一二十次御姐是吧？一集团，一集团，来来来，干他们，干他们！一秒一个乱 Q， 那我不是乱 Q， 那我不是乱 Q， 我的天！就看谁飞得快，我跟你说，谁送得快。哎，我这边有个骆驼，来先杀这个，先杀这个。有枪法。骆驼怎么说？我这啥屌伤害呀、啊？我这是，咋没伤害呀、啊？咋没伤害呀、啊？这 Q 技能，这 Q 技能咋没伤害呢？这话是一级团有点失败，好像。我们要送了，我感觉。快走！我感觉我们撤一波吧，没必要。我感觉我这 Q 技能怎么这个挂沙一样呢？这 Q 技能。
学 W。对，学 W， 一级要学 W 踩人的。但是一级不是一级，这个一 Q 只有一点冷却啊，我打中是吧？但是 W 差两秒钟，差不多的。哪里两秒 ？W 四秒，你少骗我。四秒，但是可以回来。嗯。屁东急了呀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是菜逼。我走了。旭东，对不起，我是菜逼。没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说旭东你急了，然后你就看你把别人杀了。旭东，对不起，你是菜逼。我感觉这个黄鸡我好打吗？哇，我这皮肤好帅呀、啊！天哪！我帮你套过去，他给他套过去了。我只能做这么多。主 W 别主 Q。揍他呀 ！OK。不是你走呀，受不了了呀！我一级小鱼人有什么伤害呀 ？OK OK， 没吧？我们到三级再打吗？我一个兵都没补到吗？要打先打这个。三级打就打吧，你能不能不撒娇啊？谁撒娇了？他这个戳戳老是戳我，烦的耶！啊，我都没办法 W 妞。好像不是很好打他耶，可以啊 ，OK 了。他这戳戳有点不好打，好像。你看，多猛！这搞个屁，他在这边乱戳都可以把我戳成这样。我好像不好打黄鸡，我请求换路。那我来吧，他我去中。OK。他进去了是吧？可以，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去。打这黄鸡我没办法 W 到他，我 W 他，我出什么装啊？我第一件。巫妖把那叫啥？那叫卢登。OK。卢登好一点。去下路去。嗯。回溯妖姬。啊，这个英雄好烦呀！你为什么？哎，我小豹子只能 Q 他，你看我的 Q。好吧。要不回家吧你。对，那个多手不变的。我们两个都回家团，可以有那个啥飞回来。等一下直接弄那个，对，打这个妹妹来。对，直接弄。我扛打，我先扛打。OK OK。出大事，走不掉。这伤害是真的低啊！现在这个妖姬有伤害吗？妖姬伤害是真的低，还没法上去。这个出狂屋之力无敌。OK OK。那技能放的我都不敢上去 W 兵了，我觉得我还不如去抓银呢。他技能好高，伤害又得回家了。他们两个下路伤害消耗好凶。要不我冲吧，你去上路去干可以不？这个人稍微有点烦，加速好快呀、啊！嗯，等着我再赶。怎么说？我会是你吗？
算了。我去打沙皇吧，我打沙皇。沙皇拿我半点办法没有。完了，被嘲讽了。这秀的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秀。可以，你能跑。但是打不出伤害，有什么鬼用啊？怎么感觉就是说妖精很弱呀？跑得快吗？没伤害，刮痧。终于六级了，我的天！你组的 Q 还是组的 R？ 组的 W 啊。但是我没办法撞到别人脸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撞到别人脸上去，感觉就要嘎。你 W 二 Q E， 然后再 W 回来。什么什么 ？W 二 Q E， 然后再 W 回来。W 二 Q E， 复制谁的？复制哪个技能？复制 W。那不就撞脸输出吗？对，就撞脸输出。这英雄就撞脸输出的呀。第二段 W 一定要踩到他。好，我试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两段 W 有几高的伤害。晋升不了啊，这。第一段 W 踩到的话，就伤害，就感觉，哎呦，哪里有那么快的晋升吗？哇塞，我的天！他这个辅助伤害好高呀。对，乱人技能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刮痧伤害呀？我真的。你不 W 上去你又打不到人，你 W 上去了吧，你一个 QR 就真的是刮痧，还没人家一个 Q 痛，太嘎了。难怪现在都没看到人玩妖姬了，光灵活了，其他一点都没有。看那个技能爆炸啦，这个伤害还不玩安妮呢，我感觉这个妖姬伤害真的好低，起不来伤害就好低哦。来包一下他们，现在已经完全没得伤害了。来，是我们包他们还是他们包我们？这技能都中不了啊！哎，这里有个塔，兄弟们！哎呦，这控制是真的多，上去就得挨控。这 EZ 有点烦，这 EZ。我觉得他们那个辅助烦，我觉得那个辅助的控制很烦。辅助英雄好烦。对，老烦了，你一 W 上去他就给你一个大，你 W 上去就给一个大。
打无限火力是不是要主 Q 好一点啊？主 W 有点太贴近点了，但主 Q 好像又没啥伤害。去补兵去了，打不过人，我要去发育一下了。蹲我一手，别出来，让等他飞一手啊。再打，再打，再打。哎，可以杀他。哇，这 EZ 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一个刀，一个大招就把我给剁了。我能不能出一点，就是那种稍微肉一点点的那种装备啊？还是直接出帽子啊？没必要吧，出伤害了吧应该。哎，我连一个，感觉那个 B 直接就 A 我一下，一个大我就死了。出女妖还不如出女妖呢，扛一下算了，为我们这个团队做点贡献。去出个肉肉，出个肉肉。怪不得上次那个打无限火力的妖姬是无敌 AD 的 AP 的没用，真的没伤害，伤相对于别人来说伤害差太多了。对，伤害好高呀！他们两个伤害可不是一点点高哦，我感觉。嗯。可以。就这么一滴血，他要是再多一滴血，我都秒不掉。我跟你说，他就只有这么一滴血，我能秒掉。他要是再多了一滴，我都秒不掉了。你这个没必要出的，直接出吸血的就是。这里面的攻速不可以，不值钱的，这里面攻速一点都不值钱，就是你出个攻速鞋就二点五攻速了，就这么离谱。我可以跟着 ADC， 我觉得 ADC 伤害好高。哎，这边有个这个鬼。哎，还有个送的。补兵去，小红狼，你那个可以卖掉。那个龙龙绿叉没用，哪个呀？这皮他说我，我就直接出帽子咯。嗯，法穿帽，法穿帽，这边魔抗挺高的。嗯，哎呦，我应该先 E 的。这个人是不是好离谱？没事，简单。这辅助的 W 无限放有点太恶心了，怎么办呢，兄弟们，我一个人可顶不住啊！快活了，快活了！哎呦，算了，我……哎嘿嘿，那我没带过。拿命秒掉了。我下一件就出那个虚空之杖是吧？对，虚空之杖大龙啊！谢谢幽记的小飞碟，谢谢幽记的小飞碟。嗯嗯嗯嗯嗯哎哎哎哎！
还好了，这一波战绩好多了，刚刚是250，很尴尬。打不了啊，这边会飞啊。嗯。算了吧。有卡牌刚。要不你进去打，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不行，我有点打不过，我没那个。来了，来了，打出去。有点危险，只能说，啊，好像他们不知道。别打，卡牌有大了，上方来了。发现了。哎呦。杀了他吧。等一下进啊，进别让进死，完了进死了，没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撤一波吧。哎，没进是真的打不过，我只能说。走，不是他们一人手一个金身就很烦，我秒不了人，我大到位余位上了秒不了。可以试着去抢一下。这家伙怎么，我在上面都能躲我呀？这又是咋死的呀？他有红 buff 烫死的，他伤害很高高的。这烫这么多血都能烫死我？对，他现在16级，等级高，再加上他伤害高。哦，他好像刚才收集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触发他那个血。可以的，残血只要太离谱啦！太离谱啦！我再打特龙。离谱啦！哟，直接秒杀嘞！你很狡猾。可以呀、啊。哎呀，推推棒没推出来，不是，对，推推棒没推出来。哇，这个人伤害就离谱，真的。没关系，他都已经套了呀。对，我得出个。我不打他。我感觉只有静才能治他，静手长。嗯。接下来干嘛？嗯。刮痧来啦！我来刮痧啦！哇、哦，可以，两枪爆头，你妈谁来的？哦，nice！ 我这把给你打辅助。辅助妖姬学到了。我帮你用一技能拉控制。赶紧反手让老王出个辅助妖姬的教程。哼哼。可以，这个也可以卖，换吸血的。我再出啥呀？下一件我再出啥？加射程炮可以卖，可以卖。加射程呀？加射程需要的。走了。就是射程。他手长，他就是要手长。我下一件出什么？你叫我出。我看一下。要我说中亚好一点，我真不需要中亚。说实话，我这个都已经死。我哎，这，让他一打，漂亮，大节奏啊，来，我觉得我这个英雄要是能被别人就是晋升了，也就没办法了，也没用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局限我的走位，对。就出伤害，打一波爆发，能 W 上去秒个人。哎呦，伤害真高啊！我的天哪！哎，好痛！哎，为什么你不痛？我好像傻了，我好像。我觉得暴女你可以给那个给静打辅助去。我把自己玩懵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他出暴击流伤害很高，但他也退这，他退呀、啊，亚波，哦，来塞，亚波没赢过，
推快推，没赢过没赢过没赢过，快推，哈哈漫天飞雨，耶，把血拿，没赢过没赢过，可以了，完美下播，完美下播，真的睡得着，睡得着，兄弟们，你们睡不着，我也要睡了啊！再见。大川，你要是再来一把，大川直接歪歪一退六人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下了下了，真下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完美啦，圆满啦，不玩啦！谢谢小鱼儿的办卡，哎呦，强强强，哎呦，强强强，他们很强，哎呦。